在我很小的时候，脑海中一直有幅画面，一只蝴蝶，行路，入水的路。我应该就是透过我的翅膀看见整个世界的。挑选了很久，觉得还是你的条件最合适。父亲生意失败，娶了短剑，母亲又因为债主们逼债，上吊自杀。最不幸的是，这一幕不幸下落看见了。从此，这孩子就不爱说话，越来越孤僻。我知道你很害怕，每天晚上都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？你要学着走出去，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感受阳光，感受空气，感受人群，感受别人对你的关心。这些情感是真的吗？别再做这些无谓的幻想。我们不要紧，不许你继续下去。我爱上他了。警告你，如今是个契约时代，你再做任何决定和任何行动之前，持有枪支弹药罪、故意杀人罪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鉴于被告人未满18周岁，且主动自首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判有期徒刑7年。Someone tell me how to feel. Someone tell me.